一样是对决的时刻，看看魏全龙能不能够再接再厉。打击出去，中间方向，哇，姜昆宇扑下来呀、啊，这个减少一分啊，所以也结束了魏全龙在这个半决的攻势，最后攻下一分，比数来到了7-4。好的手背能不能够来带动好的打击？哇，真的有哦，在中间方向出现了安打。小可爱今天要慢慢的来摆脱低潮，单场敲出了两支安打。两支的攻击其实最后的选的挥击的位置哦，其实都选的蛮好的，大约就是在差不多腰带高度的一个近的位置。这些球其实都是一些平飞的安打，就代表说他对于球进来的一个感觉其实慢慢在调整当中。嗯，加百利感觉蛮淡定的，感谢一下小可爱帮他守下，有上了有机会，三分差距。永清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喽。